我也想吃烤地瓜了。俺们打鳄鱼，鳄鱼不吃那么很好打，鳄鱼好，鳄鱼进草丛了，让我掏它一下，A 掏走了，吃药，A 接掏。好，他怒满了，不急啊！鳄鱼一旦这满怒，还是有点厉害的，掏一下，而且他是强攻的。A 掏，我走了，不打了啊！这波他生了，我们赶紧跑。这波他生了。鳄鱼这英雄现在上路，基本上我觉得没啥人能打得过他，他啥英雄都能打。回点血，好，升了，点燃接 Q 接闪现，W 回血，你就跑了，哎，上当了，这波收兵多好，这他妈的也，这从后边还反蹲，我打了100年都没见过有一个人反蹲的，这波见着人反蹲了，可太难受了。推了吧，这波不控了啊！组个 W 技能，击上来 A 一下 W，停雷接个掏，干嘛？W，掏一下接平 A，丢了。本来我想这波再跟他耗一波的，但是鳄鱼有怒，还是算了吧。他有怒气，回血太快了，这英雄。刮痧吧你！那螳螂没有孤立无援 Q 就是刮痧，而且我们是主 W 技能。你要记住，我是主 W 技能的，不是主 Q 的啊。我们是耗血为主，杀人为辅。不要逃避。还要跟我发育，我们就跟他发育，我无所谓的。
我靠，这把我就靠一把队友，我不知道我的队友能不能带领我走向一波胜利。慢慢打啊，再逃一走。哎呦我操！一下把我撅飞了，直接把我螳螂给我撅飞了一下，我人直接起飞了。真难呐、啊！控一波线儿啊，这波得控线儿了。传来捷报了呀，嗯，看看这小驴人能杀不啊？尝试杀一个小驴人，等他把 E 放了。很明显这是有眼儿，一瞅着就是有眼儿，100%。运气不太好，正好眼儿在左边。你说他们在右边打架，左边怎么能有眼儿呢？还没有眼儿啊！我操你妹了！你咋跑那么快呢？那岩雀是不是又搁草丛里边呢？哎呦，打不了没出来。奶满了，正在摸我的爪子呢。帮他一波啊！可以打，其实可以打，早打不打呢？早打不打呢？我帮他杀小驴人来。哎，鳄鱼也得死。哟，哎呀，你说你跑啥？你有啥好跑的？你能打过我呀，兄弟？起飞，哎，起飞，600块。这波鳄鱼没有大，还好我那个 W 中了。我就想躺一把，为什么每把都得我们非常的 C， 我就不明白。
就不能让我好好的躺一把。不 C 就不赢，因为什么呢？我直接来个 CD 还。想躺未选螳螂，我选螳螂跟我想不想躺不搭嘎。选什么英雄跟我们能不能躺没啥区别。再拆了，这不很努力的再拆了吗？这别点了。给你一个 W。 嗯，愤怒吧鳄鱼，愤怒吧。好 A。 愤怒吧鳄鱼，愤怒就对了。蛤蟆咋没人打呢？哎，出蛤蟆六飞，哎，防御塔渡船即将脱落，哎。哎，哎，嗯，哎，把一血塔拿了。这岩雀是真恶心人，我发现。你怎么这么恶心冷啊？啊？你有病是吧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点什么问号？你助攻没有印记吗？你别以为我没玩过那千珏。哎，再说一遍，没有啊？没有吗？是没有啊？那就没办法了呢。那谁呀？那谁让他自己不拿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又能有什么关系呢？维恩都开始出狂风之力了。
扫一下啊。我操！有大没？哎呦！漂亮小驴人，好送啊小驴人！哎呦，鳄鱼来了，减速鳄鱼。把上路塔给他毁了吧。把上路一塔给他拔了。你先打峡谷，我把塔拔了。你是真牛呗，你被我秒过一回还敢过来，这不长记性啊这人。我今天让你长长记性。鱼的记忆。我们已经1000块钱赏金了。我补了18分钟的刀，给我1000块赏金了。我没想到，啊，我没想到。真好吃。这波小龙团战可以打一波。我们家千珏配宝石，有点东西的啊。直接打吧溜。好大，别着急上，再 WQ 鳄鱼，先掏死鳄鱼，给大招一过来，一个掏给大 A 接 W 飞，打工了，没有大龙啊，哎呀，起飞失败。他有点厉害，我没打过他，有点可恶。给我拆个塔吧，小兵，漂亮小兵，但我钱还是不够啊，怎么办啊？中单血蝎啊，中单永恩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沙米拉也还可以。千珏也还可以，都还可以，就是只不过就是有点劣势，玩的没有问题，差10块钱。复活了刚好，我就算到了啊，刚好复活。谁吃午餐？我飞！哎呀，小驴人可以杀，漂亮！一口飞 W， 哎，挠一下，杀维恩 ，W 一口飞，再杀鳄鱼，蜻蜓点水。
点谁？能拆吧？算了，撤吧，减速。减速，飞！减速，再减速，哟呼！你走吧，你俩不用管我。你走，你走，你撤，你别跟我狼了。你走，我自己玩。你走，你走的。我说你走不行吗？你为什么不走呢？我有位移，你有吗？蜻蜓点水。哎，哎，来啤酒人，来，我先飞一走，杀个小驴人。我飞 W1Q 一上来 W 哇涛老鳄鱼，你们不杀我你们就都得死。我这 W 没有人能扛得住，现在我们就是个小嘴儿，你知道吧。啤酒人行啊，啤酒人，飞！啤酒人，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先撤一手，毕竟俺俩他不一样，毕竟你是一个腿比较短的人，而我可以随便飞。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这要是个宝石，是不是就让人先手了？别！哎，小驴人穿我来，掏 A， 哎，哎，啤酒人。来啤酒人，来勾引一手啤酒人。这永恩就飞上去了。哎呀，打不溜，先掏那鱼，给他掏没血，知道吧？再掏那鱼，打不溜为因，一 Q 小驴人，再一过来闪现一个 AQ， 让你他妈赶快我，蜻蜓点水水，我操没蓝了，哎呀！45点蓝，差5点蓝，没点出来。差一点点。